它的方向不见得是比较流流畅，也有很多因为这样不小心拨错水。当然我们讲过，执法就算拨错没关系哈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规矩性。可是你还是要去那去找到说你要如何拨水，啊，比如说你一一二一，你可以杠杠凹杠，接下来三二一，它可能是凹凹杠，再去五二杠凹。你要让你杠凹的有个循环，你弹起来才会流畅。大概像这个速度，当然如果还不习惯的同学，你一开始要用手去练习也可以，可是我希望你回去要有长时间去练习的平衡，因为你们那边遇到有些歌他可能需要用平衡的机会很多，你不可能说我们听个弹管，然后要接下来就保证刚刚又放下来了，他等一下再把乒乓拿起来，你说来不及。所以还是要去练习跟乒乓弹管去的东西。好。